让孟子凯和莫尔特里来跳球。比赛正式开始，科特罗维奇在外围先给队友做一做策应，低位有一对一的机会，有优势啊！好，转过来很漂亮。何思雨，机会打出来了。李胜东挂掩护，并没有挂到，获得了机会，三分命中。底角其实有机会，但是李胜东自己持球稍微多了一点，挨反击了。是啊，不得不自己开始攻了啊！二加一，对，后半是打连盘，是扛一下，哎，有空位出来，抄手的上来没有？要推转换的速度，速度，吸热，往里走，先要找对抗，队友补篮得手，也不错，扣分啊，短了一点。希勒是不是还要推速度啊？还是速度，好的。朱思瑶，哎，再传，啊，这个球就比刚才处理好。对，上来，基本上这个逼呢没有开始逼那么凶。对，就是比较保守，以不漏人为前提。是。刘伟的中距离差得太远了，你跑一跑的。还是没有在外围投的太多了。这个属于态度问题啊，这个不是教练问题，也不是这个。又一个要下暂停了，送出提前量，一点对，外围有机会啊，机会，刘伟投一个篮板球，何思雨拿下来，还是没有，托德罗维奇补篮，低位还是托德罗维奇，有夹击过来了，自己来，一打三还是比较吃力的，看一下恒一峰，快攻过来。所以同曦这边攻阵地也确实不好，就你让他打阵地，嗯，是吧？回来之后也挨一个反击，暂停，史德帅在篮下的得分。好的，这个球啊，抢断的不错。反击的第一时间呢，先被破坏了，回来之后就反击得手。就我们刚才讲的防守好了，传过来，苏思瑶，没问题，还打成。篮板球被莫尔特里拿到，打了，这肯定打了。啊，还不打，今天他比较谦虚，我觉得啊。对。那现在呢，又是上了李胜东。何思雨转过来，这边是石德帅，长两分，有了。把希热贴的还蛮紧的。那现在肯定你是重点进攻希热，我是重点防守希热。对。陈浩瀚有机会。中球不进也没有办法，莫尔特里又是一个篮板，李胜东在篮下。中间这边应该是何思雨还没有回来，现在是四打五。天野，哇，面对万胜伟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。金星往里走，还是利用掩护，吸热，篮板球再拿下来。外围的墙头，B这边推防还是比较快的，第一时间没有给篮下，要重新组织。金星再给到石德帅，转过来有机会，三分第一个，希勒还是拿到球，还是挂一个掩护，三分打板得手。我自己出来拿球。再找到托德罗维奇，托德罗维奇低位再拿球，虚晃一下之后有协防过来，再分又一个，给到了希勒拿球，墙头三分没有，篮板球被托德罗维奇保护下来，先防一下能不能抢，哎，哦，注意时间啊，哎，空了，对对对，哎，球发出来了，还犯规没有犯到啊，我不知道是故意不犯还是